张嘴，三月，我想躺你怀里。受了伤还贫嘴？真的，那牢房里又暗又潮，睡得可难受了。 之前要你好好修炼，你懒，如今尝到苦果了。因为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担心。对了，你为何非要让我将那情人剑作为献礼送给姬云和？三月，你这药熬的有点苦啊，你能不能去花海帮我摘一些果子，换个口味啊？好，自己把药喝了。 三月，鱼汤来了。今天耗了半天的神，喝点补补。好喝吗？ 睡吧。你一直这样盯着我看，我如何入睡啊？等你睡着了，我再走。 像你这样的冰美人，害羞起来还真是可爱。你要再胡说，我可要把你赶出去了。三月，季云河是在试探我，落井桑不信我。你为何如此笃信回城关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既决心跟你走，便无所顾虑。成了，我们一起出去。输了。 这觉怎么睡得这么沉啊？雪师姐，思雨死前留下线索，可证明你与黎叔生前，速往灵蛇窟，共同设法绘制。 喝鱼汤了。李叔，思雨留了后手，可证明我相恋。姬云和传信来，约在灵蛇窟碰面，共商应对之法。我先行一步。糟了，三月中计了。三月。 这是个陷阱，赶紧送我离开！陷阱？怎么会啊？思雨若真的找到我们相爱的使者，那他生前就应该拿出来了。这定是林浩卿设计的陷阱，趁他们还未到，我们赶紧走。既然知道是陷阱。 你也敢来？
看来你们二人非简单的主仆情谊。林叔，林浩清，你连四区的仙师也要利用吗？以三月的修为，林浩清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定是我昨夜在他鱼塘里下的迷药，影响了三月。 雪三月与黎叔为晋相恋，哼！那这么说来，少谷主当日的指控可全都是真的了。少谷主既然有这般把握，为何不早些向我澄清，而要自请受罚？我不折服，他们怎会放松警惕？浩清当日没有证据，可心虚之人接下来便会自投罗网。 雪三月，黎叔犯禁，血案古归，重罚。青叔大人，可否把他二人交给我来处置？还有一人，我也想请来一起看看他们的结局。我需与各位长老为谷主护法，此事全权交给少谷主处理了。是。 三月，你不是想离开万花谷吗？今日便离开吧，我帮你毁了万花谷！追！ 鸟，无影无身，血迹十方，助你破阵。他这是要血迹十方阵，放出青羽鸾鸟。林叔，林叔，停下！
小黎叔，你竟拿你的命救我！是令叔来迟，让妾主受苦了。将青羽鸾鸟拿下！